大家好，我们是 I。我们都知道，2014年台湾社会被许多负面消息所笼罩，这个社会开始渐渐的失去温暖，我们也开始对社会感到失望，以及对人性感到害怕。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，我们 II 团队创立了爱的加水站，希望能重新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连结。这是我们活动的运作流程，我们相信透过这样一个活动，能为这个社会注入更多温暖的力量。首先，我们先创立了粉丝专页，借由网络的力量，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理念。之后，我们选定228的时候，在三支区的活动路跑现场贩卖我们的祈福水瓶，并且让他们写下激励的小语，鼓励自己。最后，再给他们一个爱的拥抱，让他们能够在充满这样浓浓的能量之下的情况下完成这场路跑。我们的成果是贩卖出200瓶祈福水瓶，并且给出200个爱心拥抱，也累积了200句激励人心的话语。右上角这张照片是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，他也非常肯定了我们这项活动的意义与内容，所以他也认为说，透过这样的活动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真正的可以被连接起来的。我们之后将获利用来购买爱心早餐，并且分享给街友们，因为我觉得街友是这个社会中的弱势，如果我们也能将温暖递给他们的话，这个社会会变得更加美好。这是我们的收支结余。哎，团队，玉浪，谢谢大家。慢手。其实我没有听着后面你们讲爱什么。Free love, free hug. 好，这样我了解。